As Jesus was sitting on the Mount of Olives, the disciples came to him privately. Tell us, they said, when will this happen and what will be the sign of your coming and the end of the age? You will hear of wars and rumors of wars, but see to it that you are not alarmed. Such things must happen, but the end is still to come. Nation will rise against nation, and kingdom against kingdom. There will be famines and earthquakes in various places. All these are the beginning of birth pains. For then there will be great distress, unequaled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world until now, and never to be equaled again. If those days had not been cut short, no one would survive. Immediately after the distress of those days, the sun will be darkened, and the moon will not give its light. The stars will fall from the sky, and the heavenly bodies will be shaken. At that time, the sign of the Son of Man will appear in the sky. When you see all these things, you know that it is near, right at the door. Truly, I tell you, this generation will certainly not pass away until all these things have happened. Heaven and earth will pass away, but my words will never pass away. As it was in the days of Noah, so it will be at the coming of the Son of Man. They knew nothing about what would happen until the flood came and took them all away. That is how it will be at the coming of the Son of Man. Therefore, keep watch, because you do not know on what day your Lord will come. Hello， 大家好，今日想同大家讲下咧圣经嘅预言，关于末世嘅先兆，同埋咧对我哋今日信徒嘅关联啊。咁咧，当我哋讲呢个话题嘅时候咧 ，end times 啊，好多时候咧，我哋要睇一句嘅圣经，我哋要明白咗先，因为咧喺呢个可能系一个嘅阻拦嚟嘅吓。喺马太福音24:36，好多人可能识呢一金句咧，大家会讲话哦，论到那时那日，没有人知道吓、啊，天使都唔知吓。啊父神之，但呢樣嘢係完全正確啊！但係咧，當我哋睇聖經嘅時候，我哋明白一樣嘢咧，就係我哋絕對需要明白上文嘅下理。如果唔係咧，我哋唔能夠明白嗰句嘢嘅意思。嗱，馬太福音24:36頭先嗰句咧，原來三節之前啊，馬太福音24:33咧，今日想同大家首先睇呢句聖經，好緊要噶。喺33節咧，耶穌話：這樣你們看見這一切的事，也該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門口了。嗱，咁點解呢句經文係咁緊要呢？如果我哋睇成章嘅馬太福音24嚇，呢、這個所謂嘅 Olivet Discourse， 耶穌講緊咧關於末世，耶穌佢哋嘅門徒問耶穌幾時會發生呢？嚇呢啲事幾時會發生？耶穌就講俾你聽啦。咁去到33節咧，其實差唔多去到尾聲咁滯噶啦。耶穌就同佢講話：當你見到民與攻打一個，都周圍都有地震、饑荒，好多唔同嘅時候。仲有一件事好緊要，就係話咧，睇到34節，即係講到話當你見到呢個枝子嚇生出嚟嘅時候 ，when the fig tree starts budding 嚇，呢個比喻咧耶路撒以色列，即係咧會復國，咁咧猶太人亦都係翻返去耶路撒冷嘅時候，當你見到呢一樣嘅先兆嘅時候咧，你要知道 within one generation， 在這一代呢所有嘅事都會發生。好多人咧就今日講到預言嘅時候咧，就明白就係話哦，如果耶穌話我哋唔能夠知啊嘛，即係話咧連天使都唔知道，咁我哋即係睇嚟做咩咧？但其實原來耶穌話唔係咁嘅意思，佢話論到那時那日，即係那個時辰啊 ，the day or the hour， 即係你聽早排啊有一個人叫做 Harold Camping 嚇，周圍咧佢全世界擺咗一個好嘅 ad。叫做 Judgment Day 啊，5月21日，2011年係嘛？嗱咁咧就叫做 Setting a Day， 咁就叫做話咧呢一日會發生。聖經話咧，我哋唔會知道哪一日哪一時幾時會發生，但係唔代表話我哋唔知道完全發生咩事啊。因為咧，甚至喺帖撒羅尼加前書咧，保羅都同我哋講咧，我哋唔係黑暗之子，我哋光明之子。所以咧，我哋作為光明之子咧，我哋係應該知道。大約耶穌回嚟嘅時候幾時嚇、啊？耶穌同佢講同一樣嘢，馬太福音24:33，當我哋見到所有呢啲嘅先兆同時間發生嚇、啊，我哋咧就知道耶穌人子正在門口啦，
即係諗下耶穌喺你屋企門口面前咁樣準備敲入去，我哋而家就係處於咁嘅時勢。咁可能其中一個嘅所謂嘅objection， 或者有啲人覺得就係話，喂，咁打仗打咗好多年啦，即係從來未有和平嘅嚇。咁當然，因為如果我哋有和平，我哋要有和平之子 ，the Prince of Peace 嚇，主耶穌基督咧，當日佢帶佢嚟到。去有呢個千禧年 set up 佢嘅 Millennium Kingdom 嗰陣時候咧，就真係有呢個和平啦，因為佢係 Prince of Peace。咁係咪即係因為話打仗打咗咁多年，就係話哦呢啲先兆一路都有啦，有饑荒有剩。但係頭先我同你講樣嘢好緊要嘅，就係話有一個聖經嘅預言咧，係一路咁多百年都係冇被 fulfill， 冇被去實現咧，就係呢個以色列復國，喺1948年以色列咧自己再一次復國。When this fig tree buds， 當呢個枝子生出嚟嘅時候，好多聖經學家就睇到咧，呢個所謂嘅 fig tree 就係講緊係呢個耶路撒以色列。咁當然好多猶太人之後都係去翻呢個耶路撒冷去到居住呢所有嘅嘢。嗱喺聖經呢個嘅唔係喺呢個歷史所謂嘅 in human history 呢樣嘢係冇發生嘅。一個國家亡國咗近2000年再復國呢件事 is unheard of。但是因為聖經的預言是真實，所以神的話語是顯現了。即是說什麼意思呢？即是說雖然這麼多年來一直都有打仗，這麼多年都有饑荒，有這些所有的東西，但是耶穌說當你見到枝子生出的時候，當你見到耶路撒冷是被猶太人翻領的時候，當你見到以色列復國的時候，1948年以色列復國，1967年 Six Day War 就是就因為這個 war 很多猶太人都可以回到耶路撒冷。當你看到這件 specific 很特別這樣的預言的時候，耶穌說 Within one generation 在這一代這一切的事都會來臨，包括人子主耶穌來的時候。那你就想想1948年以色列復國 Within one generation， 耶穌說所有的事都會發生，他人只會回來會發生。那這個 generation 是多久呢？ OK， 那很多不同聖經學家是說不同，有些說80年，有些70年，有些40年，那40年不可能，因為已經過了。那我想跟大家今天講的就是說，我們不需要很特別注重說哦哪一年哪一個月份呢耶穌會回來，我們不需要很知道就是說specifically 那個的 hour， 但我們要知道就是說是近了，而我們怎樣能夠將我們基督徒的生命去活出來。因為耶穌呢，我今天呢是有兩個 part 的，這個 video 第一個 part 呢，我想跟大家看看今天時事和聖經那個講到的末世那些預言，那些 science end time science， 跟大家第一個 part 看一樣東西。第二個 part 呢，我們就講緊呢，就是看說呢我們怎樣能夠預備自己呢？很多時候今天跟大家分享，或者講話哦，耶穌可能就嚟嚟啊，好多末日嘅先兆啊，很多人就係講嗰句啦，我論到那時那日，沒有人知道。但係我想打個比喻，就話你試諗下香港，譬如話有一班好愛好許冠傑嘅發先友啊，咁咧佢哋就收到內幕消息咧，就係話咧許冠傑咧就好可能咧會復出搞嘅十場廿場嘅演唱會啊，紅館啊。咁咧呢班發燒友裏面咧，有啲咧就好著約咁樣，哇撲飛啊，幾時啊，即係好想去知道幾時會發生有呢個演唱會。但係咧有另外一班所謂嘅發燒友咧，就走去呢班好著約嘅人咧，就同佢講話，但係我哋又唔知道幾時啊。佢話將會啫，即係嗰時嗰日，我又唔知道幾時，係嘛？但係你要諗下，如果呢一班係真係所謂許冠傑嘅發燒友，他會不會走的態度就是說，唉，都不知道幾時啦，做什麼那麼誇張啫，周圍去撲飛，周圍找人，你明白我講，你明白那個態度。今天我們作為信徒的時候，如果我們能夠被這個世界所謂那些明星，不同的世俗，不同金錢名利，如果這些東西是，我們是對於他，怎麼說呢？ if our， 即是他那個的吸引力，對我來說是大過關於聖經神的話語，甚至耶穌來臨的時候，可能我們真的要想一想，今天我們那個 focus， 今天我們那個人生那個目標是放在哪裡呢？是不是？因為如果你看到這班人，你不會信這班人是所謂的發燒友的，你都是得個講字，是不是？你都不是喜歡他，即是你當然許很多人不同，即是不同的，你代入不同的 celebrity， 都是同一個道理。如果一班人真的很愛好一件事，他盡所有東西來去
研究去揾下幾時會發生咧？幾時我好想嚟到快啲啊，然後撲飛啊，識多啲人就唱熟啲歌啊，係嘛？去演唱會咧可以唱熟啲歌，睇熟佢嗰啲咁嘅所有嘅嘢係嘛？今日咧，如果我哋諗下，如果你班基督徒，我哋咁樣係幾正咧係嘛？睇熟個聖經啊，研究聖經語言啊，係嘛？存一個謙卑嘅態度禱告啊，過合神心意聖潔嘅生活。今日如果我哋咁樣迎接耶穌來臨咧，咁啊實在非常之好嚇。而聖經亦都係話，只係呢一班咁脆弱嘅人咧，嗰五個聰明嘅童女咧，先係會進去神嘅天国裏面嚇。希望今日我同你咧，我哋整集我哋做呢五個嘅童女。咁呢個係會 kind of part two 啊。而家講到 part one 咧。首先講話政治啊 ，political 嗰個嘅層面 ，political realm 係發生咩事咧？好簡單同大家講幾樣嘢。第一樣就是我哋睇翻美國總統奧巴馬，其實咧喺近呢幾個月佢做咗好多唔同嘅嘢嚇，但係其中有兩樣嘢我哋可以去睇一睇咧，就係話喺3月16日2012年啦，一個零月前到啫，佢咧就簽咗一個嘅 executive order 喺呢個嘅 National Defense Resources Preparedness。咁呢樣嘢係咩嚟嘅咧？簡稱咧，其實就係即係話，而家美國政府係可以隨時嚇，無論係喺作戰或者平安嘅狀態 （peace time or war time）， 佢亦都可以咧將全國所有嘅資源，無論交通啦、食物啦、水啦、油啦，所有嘅嘢，佢可能夠一一控制嚇。即係咧，你人民咧嘅嘢唔屬於係你噶啦，政府可以控制佢嘅。咁好多人時事評論員，甚至你而家睇呢個標嘅時候咧，好多人就係話。這個 executive order 就是說根本這件事是不是就是說政府其實是準備著是有一個作戰的狀態呢，是不是就是所謂講了這麼久的 World War III 呢，中東現在伊朗甚至很多地方中東那個 tension 是不是就是說現在接下來就有一個所謂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是不是 build up for 這件事呢？為什麼政府要需要簽一條一個咁嘅 executive order， 就係話我準備隨時又可以用曬全國嘅資源咧。嗱，睇翻歷史咧，之前係有同樣類型嘅事發生咧，就係準備打仗嘅。OK， 咁你仲算你甚至上年2011年12月30日啊，美國總統奧巴馬簽咗另外一個條約叫 NDAA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咁呢樣嘢咧，裡面有一條，佢就係嗰個係叫 Indefinite Detention Bill。咁呢樣嘢做咩咧？就係話任何人。基本上咧，如果政府話你唔啱，你反政府或者佢唔妥你嘅咧，咁咧你隨時可以人間蒸發嚇，嚟到你屋企拎走你，跟住冇人知道去咗邊，唔需要俾你一個 trial call trial 任何呢樣嘢係根本咧。其實美國係準備而家呢一個係好多人係知道係 setting up for martial law 嚇，戒嚴係準備咧有啲好大嘅 changes。是會發生在美國，大家可能覺得喂，我在香港或者我在加拿大，咁唔好關我事啫。但大家要明白一樣嘢，就係話點解佢要咁做？美國仍然是一個大國嚟嘅，雖然佢而家無論經濟或者其他嘢都可能走緊下坡嘅時候，但係佢你試諗下，如果美國有一日嚇佢 declare 呢樣嘢，就全國資源係被操控嚇，佢或者咧係戒出呢個全國嘅戒嚴，你會諗下？軍隊喺啲街度，平民嘅街度，會發生啲咩事咧？會點樣影響你香？甚至如果你喺香港或者邊度都好，澳洲、英國、美國、加拿大，你諗下會我哋譬如入一個嘅超級市場，我哋嘅嗰個 price 嗰個價錢會點樣影響咧？可能你而家去到超級市場，你已經發覺啦，哇！點解貴咗咁多嘅？忽然間，我認識有啲嘅唔同嘅牧師，佢喺菲律賓做，哇！啲嘢貴咗好多，油貴咗好多，嘢食貴咗好多，甚至去加拿大買一隻咁嘅雞都貴咗好多啊！你要明白，我哋而家呢個世界好多嘢，好多唔同嘅 scientist 科學家都講緊話，唔單止係呢個 food shortage 食物嘅嚟緊呢個 shortage， 而我哋呢個嘅無論係經濟同埋政治層面，去 prepare 緊 for 一樣嘢，呢樣嘢係咩咧？就叫做 New World Order， 全球一體係全球。嘅一個嘅 government 或者 globalisation 講咗一體係講咗好多年噶啦，咁咧其實如果大家去真正去 research 睇一樣嘢咧，其實我哋呢個世界咧近十節特別係近呢一百年咧，我哋所謂嘅經濟啊同埋政治所有動向好多嘢都係被一小撮人嚇 the group elite 其實係控制緊啲嘢點樣發生嘅，有好多人唔相信呢樣嘢，可能覺得係呢個 conspiracy theory 啊，可能覺得係哇呢啲係一啲唔知咩。合謀論，但如果你去自己睇呢個 research 嘅時候，其實有一班人啊，有啲人係叫做 Bilderberg Illuminati 嚇，你去 research 呢樣嘢，你知道咧，
呢班人其實很多都是很多top CEO 嚇過億過千億萬有錢的人，唔通大油嘅公司人係就係控制緊嚇好多成點講嗰啲經濟和不同嘅動向嗰啲走勢，其實佢影響緊嘅。佢哋想 push 一樣嘢咧，就係呢啲所謂嘅 elite 大油公司大有錢，佢就想 push 一樣嘢叫 One World Order、New World Order。你上網而家自己去 research 話，你邊度 research 咧？呢樣嘢其實講真，甚至去到 Senior Bush， 即係唔係即係美國總統布殊啊，唔係即係之前任嗰個 Senior 已經開始講緊呢一個嘅 New World Order。點解要咁做咧？就是、因為他們想走上一個全球一個統一，其實這件事很很 alarming， 即是我們很需要去明白一件事。為什麼？因為在啟示錄13章，啟示錄13章如果我們看到第七節那裡開始，聖經講到是有一個獸，約翰John 寫啟示錄，他說我看到有一個獸，這第一個獸有十角七頭，簡單來講，基本上這個人叫敵基督。敵基督這個字其實不在聖經裡，基本上他叫第一個獸或者沉淪之子 The Son of Perdition， 但是人稱就是敵基督。這個敵基督就說啟示錄13章就說，當大災難發生的時候，這個敵基督是會有權柄去控制各方各族各民，所有基本上全球他會控制了 In the name of peace，是用一個和平的條約來控制所有這個全球，他就是那個敵基督嘛，他用這個所謂的 Peace Agreement 和平條約來控制所有 One World， 這個 One World Government 到時會發生。再落一點13章第16節那裡講到，就是說他要叫全部人帶一個印記 The Mark of the Beast， OK， 簡稱666， OK。當然我們今天看到很多不同的 technology， 不同的科技已經去到一個情況，就是說有一樣叫做 RFID、Radioactive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System， 你放在你的手上或者在你的額頭，整個就說到時去到大災難，我們現在還沒去到這個時候，大災難 Tribulation 我們還沒到，去到這個時候呢，你如果沒有這個印記，你是買不到東西，賣不到東西、okay？ 但如果你剔了這個東西的時候呢，你是基本上是你說我是 worship 這個 Satan， 你是說你是敬拜這個的魔鬼撒旦，到時候是一個很慘很痛苦的時候，因為很多人是會死的，去到大災難的時候東西可能沒得吃，水可能沒得喝，甚至很多基督徒是會被斬、啊、那你要想想這件事，就是如果這個所謂的第一個獸沉淪之子敵基督，如果他是會在大災難會有這個統一全球的事情發生的時候，今天我們看我們 的政治，今天我們看我們 的， 那個的走勢已經是 set up， 完全是準備好去這個 One World Government One World Order 的時候，那是代表了什麼呢？代表就是說我們進入大災難的時候是很近很近很近。為什麼？就是因為這個所有根本你不要只是說美國，你看周圍不同國家，你看講回現在講到經濟的時候，你看根本Europe 那個經濟根本是去到一個無可挽救的地方， Greece 根本是他們這些全部是等幾時是會完全來到崩潰完全 bankrupt 的。美國所謂的 trillions of debt， 億萬個億千萬個的 debt 是不可能來到還的，是等幾時去爆的。當這些所有東西 crumble 的時候，這些所謂的 elite， 這些 group top group people Bilderberg Illuminati， 為什麼 他們控制？其實可能大家說這些合謀論不信，但你真的要相信，你真的要看，就算你不信這些不要緊， 你只是在看所謂我們剛才說的大自然所謂發生的事，馬太福音24章、路加福音21章、馬可福音13章，這些所謂耶穌說的所有的 預言，你要看回，就是說我們今天處於這個狀態，其實是我們很需要去醒覺，無論你看到政治，無論你看到的經濟，你自己可能香港不同地方根本你經濟沒有可以說你算得好，你甚至看到中東的局勢隨時可能是 World War III、okay？ 你看到2月18日2012年美國參議院 US Senate 說了什麼，他發布了一個 press release， 一個 記者所謂的招待會的東西，就說就聲明跟這個伊朗，就是說你們一定要停止你們的核武的計劃、okay？ 如果你不停止的話，
佢哋嘅 word 係咩？我哋嗰個 quote 係咩咧？佢就話啊，美國參議院啊，佢就話 ：We will end their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This is a deadly serious moment. 佢呢個一個非常非常重要 deadly serious 嘅一個嘅 moment。你睇到近幾個月咧，點解唔同國家嗰個嘅軍艦都係叫到去到呢個中東 Mediterranean Sea Syrian Water 呢啲唔同嘅地方？點解要叫到去呢個地方咧？無論英國、蘇聯、美國、加拿大唔同嘅國家，點解都要將佢哋嘅軍艦展示喺呢個中東嘅地方咧？咁我諗我哋都要諗問下呢樣嘢，即係話好多嘢你要諗下，你要即係將唔同嘢 piece together， 我就叫做 connecting the dots， 將唔同嘅點啊嚟到係聯繫埋一齊，係嘛？你就知道有一樣嘢就發生，有一樣嘢就係 something is happening， 有一樣嘢係嚟緊啊。OK， 嗱，咁我哋睇完政治嚇同經濟，我哋想同大家講啊大自然啊。咁 before 我講大自然呢樣嘢咧，想去一去片同大家睇下近呢幾個月就近呢三個月2012年咧，有啲乜嘢所謂嘅大自然事發生，我想同大家睇一睇。Okay, we've never seen pictures like this before from NASA. Amazing video of what looks like tornadoes on the sun. Signs of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And what we're seeing is that these events continue one after another.There's been a lot of buzz over the last few weeks about strange sounds being heard in the atmosphere.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and here at home have reported hearing some bizarre noises. Some strange noises heard around the world the last few weeks, from Arizona to England and right next door in Manitoba, all showing folks alarmed by what sounds like a noise straight out of a science fiction flick.Watching a scary movie, the background noise gives you the feeling that something terrible is about to happen. Strange mud, sand, seems like it's coming from the sky anyway. I've heard that Jesus is coming back. I've heard that it's 2012, the world is ending.That we are in the birth tank. Something is going on. We are in unprecedented, uncharted waters. تم دقة بالمجرى ومصدره وتحديد نوعيته. وببيان صادر لاحقا عن الوزير المصدر مجرور مقفل ويرجح يكون A terrible mystery gripping the world right now. Birds, fish, and all kinds of creatures just dropping dead.For the second year on New Year's Eve, birds are falling from the sky in Beebe. A mystery in Beebe, Arkansas. Birds falling dead from the sky on New Year's Eve for the second year in a row. Wildlife officials say... No one knows how these dolphins died, but hundreds have been found on beaches in Chiclayo, Peru. At least 260 dolphins washed ashore across a roughly 60-mile stretch of beach.Officials aren't sure what happened to them. An event like this is particularly unusual because dolphins aren't normally found in these seas. Everywhere you look, you see the carcass of a dead turtle. Small turtles, large turtles, dozens of them, dead and scattered along the banks of Smith Lake. Birds, fish, and all kinds of creatures just dropping dead. Couldn't figure out what the heck happened. Never seen anything like it.You'll be hearing a lot about this next item over the next 11 months, but astronomers have identified a new asteroid, about 150 feet across, which is headed our way and may come so close to Earth that it will pass between us and the satellites orbiting in space above us. There's some debate in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about whether a direct hit is even possible. This is called 2012 DA14.
They say this will be the closest past of an asteroid in the history of tracking such things. And again, while this pass is supposed to miss us, the experts all say there's nothing wrong with making sure your affairs are in order. So should we be nervous about this whole thing? All right, well, this is a serious story because the latest round of solar flares captured in this incredible video. Take a look at this. It's from NASA overnight. The burst that you're seeing there, charged particles erupting off the surface of the sun. And we saw an even bigger solar flare Tuesday night. Right now, all of those particles are racing toward the Earth, as you said, about 4 million miles per hour. And it's growing as it gets closer to us. On top of that, the problems will arise when the flares reach the Earth's magnetic field, apparently. That's when we could see mass power. It's like a cloud of birds, but a giant cloud. It's really creepy. It's kind of like, is the world coming to an end here or something? I mean, it's scary. The whole sky will fill up with black birds. But it's crazy. It's scary, ain't it? How many do you think? Like, Millie. It's like we're being held hostage. Held hostage in maybe a 3-mile radius by blackbirds. When it comes down, it sounds like rain coming down. I mean, literally, from inside of our apartment, you think that it's raining outside. Here it comes. Away from us, Lord. Take it, Lord. Take it, Lord. Take it away from us, Jesus. All the ash, even the ash, under the ash, shine. Father God, all powers in your Son's name. Take this up away from our home. And those storms are not over just yet. Cities torn apart after taking a direct hit from rare winter tornadoes. They're now bracing for more of the same. Among the places hardest hit, Harrisburg, Illinois. 175-mile-an-hour winds, 2 football fields wide, left people dead. Homes were shredded, a strip mall flattened, entire buildings knocked off their foundations. Sending shockwaves through Japan. That is the same area that was struck last year. There was a small tsunami in that area, and about 3 hours after that, another major earthquake. But we will see continent-shattering earthquakes. We're seeing now too many anomalies, especially on the New Madrid. The rest of the world is coming apart at the seams. Mexico City. It comes after a magnitude 7.6 earthquake struck 120 miles east of Acapulco. There seems to be a systematic effort to downplay the earthquakes and especially their intensity. And we're now in the realm of lame excuses for everything. You know, it's amazing that people just seemingly take the word of the most pathetic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that's ever been seen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the United States. It's in Clintonville early this morning. And what's causing that? Some Clintonville residents, though, they're speculating, of course. The church's marquee reads, "God is shaking our city. Let's have a revival." 相信大家剛才看到這些不同大自然發生的事情可能令到我們覺得很詬異，都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呢？耶穌在馬太福音24章、路加福音21章、馬可福音13章講得很清楚，這些就是 birth pains， 人子來之前所發生的事。
今日無可否認嘅咧，就係我哋處於一個好 critical， 好緊要嘅一個嘅關頭。可能大家覺得話，我唔覺得啫喎，即係仍然係日日翻工嚇，日日即係去做嘢。但係我哋要明白一樣嘢就係話，有好多嘢咧係，即係好多嘢你要明白呢個世界就係話 ，until it happens， 譬如九一 ，before it happens， nobody knows。你明白呢樣嘢發生嘅時候冇人知道 ，until 一 happen 嗰陣時候咧，大家就哦好 surprise。耶穌講同一樣嘢喺希伯來書十一章。第七節咧講到同一樣嘢，就係話挪亞方舟嗰個時候，挪亞你諗下佢同佢一家有啲人咧，你諗下佢計計翻，可能係過百年喺度揼緊個方舟。你諗下成一百年，挪亞喺度警示話俾啲人聽，喂要悔改啦，即係神要 destroy， 要毀滅呢個地球。你估佢嘅去其他人會點睇佢？喂挪亞去到七十年嗰陣時候，喂挪亞起咗七十年都仲冇雨喎。仲未嚟喎，係嘛 ？mocking 啊 ，mocking。彼得後書三章嗰度講得好清楚啦，話咧到末日嚟嘅時候，好多人會喺咧 scoffers 嚇講緊話神嗰個嘅話神嚟幾時啊？咩都見唔到喎，一路嚟都發生咁耐。我哋而家就係處於呢個境況，個境況就係個危機，就係話當呢一啲事發生嘅時候，當主耶穌翻嚟提真正嘅信徒嘅時候，大災難發生嘅時候，所有。我哋今日睇到呢啲嘅所謂嘅先兆，係會過百倍、千倍更加嘅壞。你諗下大災難嘅時候，啟示錄同我哋講話，全球三分一嘅人係會死，全球三分一嘅水會變血，全球三分一嘅樹木會被燒。有好多好多嘅 judgment， 神嘅審判嚟到呢個世界嘅時候，呢個係一個好神嘅當神嘅審判嚟嘅時候，係一個好可怕嘅事。所以我想同大家wrap up 咧，即係總結呢、這個part one 時候咧，我就想講話，我哋一陣去第二個 part 嘅時候咧，就想睇下我同你點樣能夠去預備我哋嘅心，點預備我哋生命嚟到迎接呢個萬王之王、萬主之主主耶穌嚟到來臨。因為咧，聖經有好多嘅 warning， 好多嘅提醒，就係話，如果我哋唔去 pay attention， 如果我哋唔去警醒嘅時候，有可能。我哋係會遭遇到大災難先，我哋有可能係未必能夠去到被提同神同一個時候嚇。但係個 good news 個好消息就係話，如果我哋真正信耶穌，真正愛好神嘅話，相信佢悔改過神合乎心意嘅生命嘅時候咧，神嗰個嘅祝福，神嗰個嘅 promise 就係話咧，我哋可以同佢喺天國過永生嘅生命，係唔需要再有淚。不需要再有受苦，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 promise。那么当我们 before 我们去 part 2的时候，我想可能你们现在会有一个 discussion， 那可能你们已经有 prepare 了一些问题。你们 discussion 这件事之后呢，我 part 2再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我和你怎样可以能够去 prepare， 预备去见主耶稣基督落临的日子。Hello， 大家好。頭先咧 ，part one 咧，同大家睇咗聖經嘅預言，同埋咧我哋末日嘅先兆啦，唔同嘅嘢喺今日我哋唔同嘅地方發生緊嚇。咁咧即係證明緊咧，主耶穌好快好快會翻嚟啦。因為喺馬太福音24:33，耶穌話咧，當你見到所有呢啲事一齊發生，同埋獅子生出以色列復國嘅時候咧，同埋同時間呢啲所有呢饑荒、瘟疫、工人、民居、哥德國所有嘢發生嘅時候咧。耶穌係一代 ，in one generation， all these things will come to pass， 所有嘢都會發生。即係話咧，耶穌嚟嘅日子係好近、好近、好近。雖然我哋唔知道 specifically 係邊一日，但係日子係好近 ，even at the doors 喺門口嗰度。咁當我哋知道呢樣嘢嘅時候咧，我哋呢個 part two 咧，就想同大家睇下，我哋點樣你同我能夠預備主耶穌嚟臨到呢一日咧？因為聖經俾咗好多嘅warning 忠告我哋，就係話我哋係需要去警醒嚇。咁我哋睇呢個 part two 嘅時候咧，我有三樣。我覺得係同大家分享嘅，要需要省察，甚至係一個嘅危機嚟噶。呢三樣嘢係咩咧？第一樣嘢嚇，第一個危機，第一個省察就係話咧，係我叫做呢個漠不關心嘅危機嚇。好似咧頭先我開始 part one 講就係話，當你講親末日為聖經預言嘅時候咧，好多人嘅態度就係、是、哦，論到那時那日冇人知道係嘛，或者哦都。
點都要發生㗎啦，即係我可以做到啲咩啫？跟住咧就點啊？即係可能繼續做平時嘅嘢，繼續去唔知啊，即係 doing the things of the world， 繼續過多世俗嘅生活。但我想同大家去睇一樣嘢，就是、有一段聖經馬太福音二十四章最後咧，耶穌當佢講完所有呢啲嘅先兆，佢講曬呢嘢時候咧，佢講咗一個嘅 parable， 一個嘅比喻，想同大家睇下。OK， 呢、這個比喻就喺馬太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五節至到五十一節，大家可能去睇。喺呢個比喻裡面咧，耶穌講緊係話有一個嘅主人 ，OK， 而佢講咧呢個主人比喻緊。見到有兩個，一個忠心的仆人，另外一個咧係一個壞的仆人。OK， 佢呢個比喻當中咧就講話有一個主人咧，就係咧嚟到，咁咧佢就行開咗一段嘅時候，跟住咧有佢話咧個忠心嘅仆人咧係點樣咧？個忠心仆人咧就因為那個主人走咗咧，佢就一路繼續好勤力啊，好忠心咁去做緊佢應自己本分做嘅嘢。咁耶穌話呢個咁樣嘅忠心仆人咧，當佢嚟到的時候咧，佢會大大嘅獎賞。啊，當然我而家係 paraphrase 緊，你自己係去睇呢個嘅 parable。但係咧，耶穌去講另外一個 contrast 係話有另外一個壞嘅仆人。呢個仆人係點咧？佢就話：呢個主人咧，佢係遲嚟啊，係 delaying his coming， 佢唔會去未嚟住嘅。跟住佢點咧？佢就咧，因為話呢個主人會遲嚟咧，佢就繼續去醉酒放蕩，去做好多唔同嘅嘢嚇。咁咧，耶穌話：當呢個人佢覺得，因為佢覺得佢會遲嚟，佢唔會嚟嘅時候 ，delaying is coming。耶穌話點咧？佢就係會將呢一個壞嘅仆人，當佢翻嚟嘅時候咧，佢特登咧揾一日，佢係唔發覺佢翻嚟嘅時候咧，而係將佢 cut in two， 斬開一半 ，appoint his portion with the hypocrites， unbelievers。嗱，有一樣嘢好緊要，我睇到一樣嘢喺馬太福音四章啦。喺呢個比喻咧，耶穌係講緊有兩個仆人，一個忠心，一個壞。OK， 忠心嗰個大力獎賞，壞嗰個仆人係咩咧？你要明白呢樣嘢就係呢個所謂嘅壞嘅仆人，仍然都係一個嘅仆人，係咩意思咧？即係話呢個仆人同呢個主人係有關係嘅。OK， 佢唔係一個 stranger 嚟嘅，佢唔係喺街度唔識三唔識七嘅人。而主耶穌話咧，比如呢個壞嘅仆人咧。因為他心裏覺得耶穌會遲來，耶穌未回來住、okay? 而他繼續去做這世界所有不同的事，醉酒、去不同的放蕩這些事的時候，他說耶穌當他回來的時候會將這個仆人與假冒為善的人 with the hypocrites 同一起來到刑罰，一起去 cut in two。 即是什麼意思呢？這件事真的很大的一個 warning 來的嘅意思就即係話，耶穌話今日有啲嘅人係同我所謂 quote and quote 有關係，呢、這個壞嘅仆人同好嘅仆人、忠心仆人同壞仆人同時同呢個主人有關係，但係翻到嚟嘅時候，呢、這個壞嘅仆人係會被斬開一半，而呢個好嘅忠心仆人係會大大嘅獎賞。比喻就係好似耶穌喺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至廿三節講同一樣道理。当那日 ，OK，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到那日，很多人会跟我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吓、赶魔鬼，吓、行好多prophesy， 好多嘅预言，讲好多唔同嘅嘢。神话我从来不认识你，你这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神話咧，唔係凡稱呼主啊、主啊、主啊、耶穌啊、耶穌啊、信你啊、信你，唔係咁就能夠進天國。唯獨遵行父旨意的人方能進去。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至二十三節，呢個好大嘅警醒嚟嘅，因為咧，同埋呢個馬太福音二十四章啊四十五至十一節呢個嘅比喻，即係話我哋需要警醒，甚至睇翻啟示錄第三章啊，耶穌同呢、這個lukewarm church 不冷不熱呢個教會啊，就係講緊話，你哋如果唔去悔改 ，if you don't repent， 我就會將你吐出嚟 ，I will vomit you out of my mouth。有好多人睇到就係話，耶穌係同緊呢間教會啊，你明白喺啟示錄第二同第三章咧係有七間嘅教會，耶穌叫約翰咧喺即係約翰寫呢個啟示錄嘅時候咧，係寫俾
七間嘅唔同嘅教會，呢啲人係同主耶穌有關係，即係所謂有關係。但係你要睇翻所謂嘅 report card 嘅成績表啊，耶穌話俾你聽咧，原來喺七間嘅教會裏面有兩間，一間叫 Philadelphia， 一間叫做 Church of Smyrna， 係得呢兩間係忠心嘅，即係冇需要神係叫佢做悔改嘅。其他五間咧嚇。耶稣就叫你们必须要悔改，如果不是我会吐出来，如果不是我将你的名吐出来生命册当中。你要明白这件事，就是说个危机，就是说今天如果我跟你不去省察警醒的时候，有可能我们是处于这五间神话要叫悔改的这些教会里面，可能我们今天会处于在马利福音24章那个坏的部分当中，我们以为哦神怎么即係可能耶穌，咁多年都咩㗎啦？即係幾時翻嚟都唔知㗎啦嚇，漠不關心態度係好大嘅危機。咁可能大家覺得，信耶穌翻教會個禮拜日咁咪得咯，係咪祈禱會咁咪掂？係咪咁樣咧？但係因為我哋睇翻呢個聖經嘅時候，如果你真係啊，唔係淨係睇一兩句咁，你即係如果去睇嘅時候咧，點解呢個聖經要俾咁多嘅提醒我哋？點解叫我哋常常警醒，免得入面迷惑咧？點解要講馬利福音七章十三至十四節嗰個嘅？这个阔路，这个阔门和这个窄路，窄门为什么要讲这些？为什么神耶稣说不是凡称呼的主，主都能进天国呢？为什么在启示录 二章三章你要讲七间教会当中只有两间是神合乎心意呢？为什么其他五间都要悔改呢？为什么有保罗讲这么多，就是说就是他书信里面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过一个合乎神心意的圣洁的生命呢？为什么呢？譬如说为什么他在加泰书五章十九至二十六节那里要讲如果你如果行呢啲情欲嘅事嗰啲人咧，無論係即係唔係淨係講話，即係好多嘢嘅嚇，妒忌、憎恨、sexual immoral 情欲唔同嘅嘢，點解啲人係不能成就神的國咧？講嘅就係話，係聖經係話神愛世人，係神嘅恩典係夠我哋用。只是我如果相信他，我不是说的是一个 work salvation， 我不是说、哦、我要怎样做得好去赚取我这个救恩，我不是说这件事。但是圣经很清楚，就是说我们相信耶稣、这个所谓的相信不是一个的、头脑上一个 mental belief 来的。OK， 即是譬如有人去到你家家、咁呢就可能见不到我张凳坐不到。咁咧，你間房就掹張凳出嚟，佢話：，我又得喺度坐啊，冇企喺度啦。佢望一望，咦，佢又企喺度唔坐喎。咁佢因為點解唔坐咧？即係請坐啦，係嘛？佢話：咁我即係你問佢，你唔係覺得我即係玩你係嘛？即係覺得呢張凳唔坐得係嘛？即係話我唔係我想，我知道呢張凳好實淨，我冇問題嚇。但係佢一路企喺度，佢冇坐落張凳度。咁呢個係咪真正嘅信咧？是不是真正信这个？即是我想打一个很简单的比喻，今天我们所谓的信耶稣、今天我们所谓的重生得救 born again、being baptized 浸礼，这些所有的事我们做的最重要的事，其实 externally 即是在表面看，其实这些事、即是只看这个表面，其实都不代表什么的、今天你看你和我甚至我的生命，我们可能很多事 external 做出来是其实没什么意思的、当然我你不要即是误会了我的意思，翻教会侍奉、即是做一些应该基督徒要做的事，读经祈祷，这些 是好事，是应该做的事。但是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讲我们的内心 it starts from the inside。 圣经说 out of the abundance of the heart the mouth speaks， 心里面想的什么讲的出来就是什么。耶稣说好果子好的树不能有这个坏果子，坏的树不能有好的果子。讲的就是说心态里面我们人生的目标的 priority， 我们人生的目光放在哪里，是不是放在这个世界上呢？约翰跟我们说，约翰一书跟我们说，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所以今天我们是爱好这个世界那些东西，还是爱好天国 heavenly things，耶稣神的话语和天国的事情，今天我们爱好哪一样东西？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反省，我不是只是跟你的，即是我每天都是要很需要反省这件事，甚至每一个真正、follow、跟从耶稣的人，甚至任何的牧师国陪你，我深信每一个大大任何受主用的人，他们都是在想同一样东西。
神啊，我教导我，帮助我怎样去过一个合乎你心意的生命，教导我怎样去能够去更加去即是舍己去跟从你。 Deny myself, pick us, 拎起我自己十字架来跟从他。这件事呢，我想我们是要省察，因为是一个危机。所以呢，讲到第一件事就是说，我们希望不要做一个漠不关心 的人，关于接下来这个即是 end times 末世预言的事，因为我们的目光不要放在这个世界上。雅各书四章四节讲到，如果我们与这个世界为友，我们是与神为敌。你明白吗？ You are an enemy，敌人，你冇人想同神做敌人，你明？但系神话，如果我哋爱好呢，我哋爱世界与世俗为友嘅时候咧，我哋与神同敌嘅。即系所以，点解我哋今日我哋谂下啦？我哋系咪要生活咧？系咪要嗱？我同人讲讲呢啲末世嘢嘅时候，我成日同人讲，今日神唔系话叫你每一个人卖晒所有嘢，卖瞓街咁样，叫你所有屋企冇人叫你做呢样嘢 ，OK？我亦都唔會叫人做呢啲嘢，點解？因為我哋今日仍然去過活，我哋仍然去 take care of our families， 仍然去照顧我哋嘅家庭，要做我哋需要做嘅嘢。嗱，呢個好緊要，因為有啲人有時咧去到一個好 extreme 嘅態度咧，就話哦咁即係咧就乜都唔係咩啦，賣曬所有瞓街咧，著一件衫咧咩咁。聖經話咧，如果我哋唔去照顧我哋屋企人咧，我哋係比未信嘅人係更加差嘅。OK，if he who does not take care of his family is worse than a heathen。OK， 如果佢唔做嘢咧，亦都唔好俾佢食嘢。即系圣经唔想叫我哋做一个懒惰。哦，耶稣嚟啦，我瞓街咩都唔做啦，唔系咁嘅意思，而系个意思就系话，明知道耶稣嚟啦，我哋更加要警醒我哋嘅生命。系我哋要做，我哋要翻工，我哋仍然要去做我哋要做嘅嘢。但系个问题就系，我哋今日嘅目光，我哋每日翻工，我哋每日去唔同地方嘅时候。我哋目光摆边咧，我哋一起身个谂嘢就系咪就系话，啊、哦、今日点样可以赚多啲钱？今日点可以睇多啲咩嘅？你唔知边个又出嚟又出只碟啊？边个演唱会？即系你明啊？即系今日我哋目光系放喺边度咧？耶稣喺马太福音六章嗰度讲到话咧，一个人唔可以侍奉两个嘅主人，一系就争一个，一系就爱好一个。佢嗰度讲紧咧系讲金钱啊，唔可以馬勒啦 ，Mammon 啦，唔可以去侍奉呢個馬勒金錢，亦都唔可以侍奉神。我哋要試探揀一個嘅嗱，咁呢個好大嘅誘惑嚟嘅。OK， 有邊個咧喺如果你用一個世俗嘅目光去睇，有邊個唔想揸啲更即係好啲嘅車、大啲嘅樓？呢、這個人之常情。喂，係咪？但係個問題就係話，保羅咧同我哋講啊，應該係提摩太前書六章嗰度講咯，同我哋講話咧，我唔知點 paraphrase。Godliness with contentment is great gain。For we bring nothing into the world, we'll bring nothing out of the world. 即是说如果我们有这个知足的心已经是很够了。知足敬虔的心的生命已经很够了。因为我们带不到任何东西进来这个世界，赤赤来到这个世界，也是赤赤拿来到离开这个世界。所以呢，今天希望我们省察的时候，希望我们不要做这个马太福音24章这个坏的仆人，说、啊、耶稣迟点才来了，他 delay 了不来了，跟着就继续去做这个世俗的东西，很多不同的东西。 OK， 希望我们的目光是放在主耶稣当中，神怎么我怎么能够过圣洁生命，我怎么能够去侍奉你，如果你真的来得这么快的时候，我怎么能够去为到我家庭来到祈祷，怎么能够去带到 我朋友，我未信的亲戚朋友，我甚至我家人，怎么能够带他来到信主，因为我知道你来的日子会很近，而大灾难是会有很多很坏的事情会发生，神的审判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是不是一件讲笑的事情的。所以呢，这个是省察的东西。第二樣一個嘅危機要省察嘢係咩咧？第二樣嘢就係話自以為掂，我自己就話自以為掂啊，即係話我 OK 噶啦，聽完我聽咗好多次啦，去咗好多講座噶啦，災前災後啊，好多嘢咧我聽過曬啦，係嘛？即係咧，如果講末世啲嘢咧得嗱，你咧我叫嗰個弟兄啊，邊個啊 John 嗱，你就即係要嚟聽下啦，係嘛？即係咧，你咧就要聽下呢個講座啦，咩都好，你咧就要點點點咧，因為你咁樣先嚟到我呢個 level 啦，咁樣係嘛？嗱，即係。我想这个也是一个危机来的，你和我今天都要想想，即不是说我们知得多少，知道呢圣经和雅各书是听到和行到两件事来的。OK， 你可以听很多的 sermon， 听很多的 讲道，但如果你仍然生命是没有改变的时候是没有意思的。是吧？还有如果你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就说、哦、那个人需要改变，那个人需要怎样做，他要怎样什么，
但係你明白咧，馬太福音七章第一節嗰度講話，你們不要論斷人，免得你們被論斷，因為你們怎樣論斷人，你們也必怎樣被論斷。OK， 講嘅咧就係話耶神唔係話唔好去論斷，唔好點去 judgment。佢話咧，首先將你自己嗰個嘅目光 take out the plank from your own eye。跟住先去到你個弟兄嗰度同你講話，你有少少嗰個 spec， 可能你個弟兄只係得好少少嘅嘢，但原來你自己成條木插喺隻眼度咧，你睇唔到喎。耶穌打緊呢個比喻，佢話你 hypocrite 假冒為善嘅人，首先拎開你自己嗰個嘅木杆，先你先能夠睇得清楚，叫你弟兄拎開佢嗰個嘅 spec， 又係嗰個所謂嘅嗰個毛點啊。今日咧，我諗咧 ，before 我哋去話。即係我哋去睇人哋嘅生命係點樣點嘅時候，你同我今日我哋第一樣需要做嘅事，唔係指有一個 minister David Servant 就係話，每一次我哋指向人哋嘅時候，有三隻手指係指翻向我哋。我哋第一樣諗嘅就係話，嚟到神面前謙卑屈膝，嚟到神面前就係話神啊，今日我有乜嘢嘢喺我生命我係得罪你啊？咁我係有乜嘢嘢我係咪做得唔合乎你嘅心意咧？神求你改变我，神求你去你的恩典，求你浮庇我，改变我，我需要你的恩典，而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 OK， 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希望今天我们是这样，因为圣经跟我们说，大卫在诗篇十一章，他其实写一个很大的这个诗，很出名。为什么？因为他犯了奸淫的罪与Bathsheba。Okay， 但他这个写一句就是说，他就很他今天看他的心情，其实是很痛悔。所以那個金句就是說，聖經就是說，憂傷痛悔的靈，神必不輕看。 A broken heart and a contrite spirit， 神是今天我們來到神的面前，我們要看我們生命，就是說我們今天的信仰是不是真的，就是說我們來到神的面前是不是，譬如每個禮拜或者平時，我們對於神的生命，我們是不是說有一個屈膝謙卑，是不是一個憂傷痛悔的靈，當我們去得著神的時候，我們有沒有這個 conviction 呢？還是都是耶稣求你悔改，求你饶恕。哎呀，又咁样咩咗啊？又饶恕啊，唔该。即系我哋今日嗰个嘅态度啊，你明白？我哋今日嗰个嘅就系讲紧所谓嘅 internal， 今日我哋生命里面嗰个嘅 out 嗰个嘅 inward 系点咧？就系 outflow 出嚟。点解嗰啲法利赛人吓、做晒所有嘅religious activity， 所有嘅宗教嘅仪式，但系耶稣话佢哋全部都落地狱吓、你嗱睇马太福音五章二十节嗰个讲得好清楚。Unless your righteousness exceeds that of the scribes and Pharisees, you will by no means enter the kingdom of heaven. 耶稣话，如果你嗰个嘅义啊，你嗰个 righteousness 唔系高过呢啲所谓法利赛嘅人咧，你就入唔到天国。咩意思咧？即系话所有呢法利赛人都进唔到天国啦，因为佢系去唔到嗰个 mark 噶嘛，因为佢系靠晒呢啲所有佢自己做点啊？嗰啲嘅又佢哋做晒所有嘢，嗱，佢哋又禁食，又祈祷，又俾即系所谓嘅 tithing。啲奉獻，所以佢做曬嘅，點解神話佢進唔到天國咧？點解咧？你睇馬太福音二十三章就知道啦，因為馬太福音二十三章咧，耶穌話啲法利賽人咧，出面就好似好乾淨，但係裡面咧係 full of extortions， full of dead man's bones。佢話耶穌話你裡面根本係污穢污糟嘅，好似咧喺一個墳墓裡面嗰啲嘅骨完全污糟，你出面可以睇得好靚。今天我跟你呢，我們不是說要怎樣去改變出面，怎樣去做給人看，我現在回很多教會，我做很多侍奉，沒有意思的。即明白我說的，如果我們真的心裡面是，哇，我真的很愛主，我經常去做這些，這樣就很有意思。你明白嗎？今天我今天做的事，我對這個太太，我 OK， 我不會做的事是好像很不想這樣的。你的心你做的事是，即係你明白兩樣嘅出發點唔同咧，係兩樣唔同嘅 result 嚟。OK， 個 result 就係話，如果你真正愛神，真正你係明白咗耶穌做啲乜嘢。我哋啱啱今日啦，而家錄緊呢個時候咧，其實係 Easter 復活節。如果你明白到耶穌為你同我做嗰啲乜嘢嘅時候，我諗我哋嘅人生係真會有一個好大改變。如果你唔明白，你係真係可能 visualize 唔到嘅時候，你睇 Passion of the Christ。Passion of the Christ 看到耶穌怎樣去受難，怎樣說你和我是去鞭傷令我們得醫治，他的刑罰令我們能夠得永生的盼望，這個是很大的事。但今天可能我們只帶起一個十字架，可能只不過是一個裝飾，
今日可能我哋講到所謂教會信耶穌，可能一件好普通嘅事，係啊，信耶穌得永生啦。即係我哋冇諗過呢一個耶，即係神所為你做嘅嘢。It cost him something。你試諗下，如果你為一個人做咗好多好多嘅事，犧牲咗好多好多嘅嘢，但係佢對你嘅回應只不過一個好平凡、普通、得過且過、漠不關心嘅態度。今日如果是这样的时候，你和我是会怎样的感受呢？所以很多时候我都要悔改，因为这个世界很多东西会诱惑，魔鬼是想攻击，但是透过神的恩典，如果我们去真的知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为你做的事，今天我想我们生命是完全会是不同。因为呢，想同大家睇下咧，就系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嗰度，耶稣系讲紧有十个嘅童女，喺呢十个童女嗰度咧，佢就话有五个系愚昧嘅，五个系聪明。你明白一样嘢就系话，呢十个童女系出嚟等呢个耶稣打个比喻，系讲佢自己再嚟，耶稣再嚟。呢十个童女等紧耶稣嚟啊！而呢十个当中呢，有五个愚昧，佢唔够油啊，喺个灯里面。所以当这个当耶稣来的时候，他想入去进入去这天国，他进不到，闩了他的门。但这十个个重要的是什么呢？个重要的要知道就是说，这十个童女出来等着 ,OK? 这个 bridegroom, 这个新郎来着。这十个童女都知道耶稣来着，大部分的人已经不知道了。这个城里面只有十个的童女出来等着这个 bridegroom。这十个里面只有五个，你看到有几少人是真的警醒，几少人真的有够油在他的油当中。你明白今天的道理，今天有很多人已经是不知道，没有 pay attention, 没有怀疑到这个我们在这个处境的末日，这个的末世的先兆，没人 很少人就知道了。就好像带这个比喻当中，耶稣就是说呢，在这个城市里面只有十个出来，而是这十个人知道这个拜公来了，知道这个山洞来了，今天好像有小撮人知道耶稣能再来了。但是在这小撮人当中，这十个童女当中只是得五个，一半呢，只得一半是聪明的，一半是够油在他当中，来到当他有油去足够进入这个山洞的天国，进入耶稣的天国当中。比如是什么呢？今天就是说，不是只是知道末世，不是知道所有的先兆，知道所有讲座，所有 的 theology， 不是知道就够，而是我们要知道我们里面，我们的油要够油，我们灯里面要够油。你想想有多少，十个当中五个愚昧，五个聪明，这五个都知道耶稣来了，为什么这五个愚昧进不到天国？因为不够油。什么叫不够油呢？有很多不同的學家講不同的比喻，但基本上你如果只看这个馬太福音二十五章这个歌的比喻，基本上講他是没有预备，他是不是准备好的心？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三十四至三十六节，耶稣讲得很清楚了，你们要警醒祷告，因为如果问你那天你是不会知道发生什么事。他说你们要祈求，所以你们得逃避这一切所有的事。我们现在去看这个圣经，因为呢好紧要，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三十六节咧，讲紧我哋点样能够去预备我哋自己，乜嘢系叫做有油吓喺我哋嗰个嘅lamp 当中咧？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三十四至三十六节咧，耶稣就系话：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逃避一切事就是避题去到耶稣那里。OK， 而呢，为什么耶稣说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的事呢？什么意思呢？很多人可能觉得今天我回教会的基督徒，那样就行了。你要明白，耶稣跟着这班人说是一班信徒来的。他说你们信徒要时时警醒祈求，使你们 do this so that OK，
温书使你能够做得好，使你能够 pass exam。你明白嗰、那个，你明白嗰个嘅 direction 啊？即系话买餸使你能够煮饭，唔买餸冇得煮饭，唔温书冇得过会考。你明白呢个问题啊？点解我哋要时时警醒？就系耶稣就讲紧话，因为会有五个聪明嘅童女，亦都五个愚昧嘅童女。大家都知道耶稣系会再翻嚟，大家都知道新郎系嚟紧噶啦。点解喺呢小撮知道耶稣嚟紧时候，仍然有五个系唔够游喺当中？因为个答案就系话，你唔系成日就话，我哋要时时警醒祷告。喺另外一个嘅金句，耶稣话时时祷告。警醒祷告，免得入你要迷惑。迷惑点啊？因为当我哋今日唔同嘅引诱，雅各书讲，当我哋咧被引诱时候咧，唔好话神嚟到去试探我哋，神能够试探人。佢话咧，我哋系自己嘅邪情私欲咧，带到我哋去犯罪，而犯罪如果系 full grown 生长出嚟嘅时候咧，就变死亡。今日如果你同我仍然系过喺一个犯罪嘅生命里面啊 ，practicing sin，OK。如果你想知道呢啲所謂咩叫犯罪嘅生命咧，你睇馬加拉太書五章十九至二十六節，咁我講得好清楚啦。佢講緊咧情慾嘅事對比聖靈嘅果子，甚至睇哥林多前書六章九至十節，嗰度亦都係講咗啦。保羅話做呢啲嘢人不能承受神的國。哥羅西書 OK， 哥羅西書三章，以弗所書五章，啟示錄二十一章八節，呢全部講緊就係話邪情私欲嘅。如果你繼續作，甚至是所有的基督徒，如果你继续做这些事的时候，我们不悔改，我们是不能承受神的国。我知道这件事其实可能未必个个都会，因为有些人我明白，我知道有很多不同的 theology， 有些人可能是说、哦、不是的，可能这件事不是这样的。那我也没有时间去即是怎样去讲这件事。我知不想跟大家讲的就是说，圣经其实给了很多的 warning俾我哋，就系话我哋神唔系佢，神唔想任何人一个沉沦。圣经讲得清楚，神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但人人得救嘅，你明唔明啊？所以佢唔系话嚟，哦要杀晒你哋。如果系佢就唔使嚟钉十字架啦。如果佢想每个人落地狱，就唔系嚟拯救我哋啦。佢想嘅就系话要人得救。咩意思得救咧？得救唔系就系话，哦我得张 ticket 去 heaven， 离开即系、就是、get out of jail， get out of hell jail card， 唔系咁样啊。基督徒的生命不是说哦，我怎么拿了一张飞咁啊飞去天堂啦，第日我唔需要落地狱啦。当然，如果信耶稣呢、这个是其中一个 benefit 啦。但是神耶稣嚟到叫我哋系过一个德性嘅生命吓。罗马书八章系讲话 ，we are more than conquerors， 我哋德性嘅一个基督徒嚟噶。你明白？我哋唔系一个蛇兽呢个 defeated， 我哋唔系 defeated。我哋系有权柄 ，we have authority and power in Jesus Christ。魔鬼撒旦都要系听我哋嗰个嘅讲，我哋奉主耶稣名赶佢，佢就要走。我哋今日好多嘢，我哋祈求就可以whatever you ask you get。当然你要合乎神嘅心意。咁所以就系话，我哋作为基督徒，其实系好大嘅权柄。我好多嘢神系想我哋传福音吓、啊，想我哋做好多嘢，就因为神今日系想我哋好多人更加知道呢个福音嘅好处，得到永生呢个盼望。但是那个的这个所谓得救 的 experience 不是就这么说、啊、我信耶稣啊什么翻教会，而是说因为全面全个人心里面开始一个大大的改变 ,OK? 从心里面一个大改变。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是预备自己 迎接主面。再次講嘅就係話，我哋唔係講緊一個行為一個得救，唔係講緊話 work salvation。我哋講緊嘅就係話謙卑、痛悔啊，你心同埋靈嚟到神面前，同神講話：神啊，求你今日改變我。神啊，求你今日嚇將我話俾我聽。我有時我同神祈禱就話：神啊 ，reveal to me the judgment。In my life， 即係有一日我要，有一日你同我要企喺耶穌面前嘅嚇。哥林多後書五章嗰度講得好清楚咧，就係我哋每一個人都要企喺 the judgment seat of Christ to be judged according to the good and the bad。今日我每一個人企到神面前，就係話佢都會睇我哋，都會審判我哋嘅。所以話神啊，今日有啲咩嘢我以為 OK 嘅，但係其實唔 OK， 你話俾我聽嚟㗎。
我想即係嗰個合乎你心意嘅一個生命。而神係有恩典嘅，好多時候當我哋真正嘅心係向佢嘅時候咧，佢會幫助我哋。如果我哋真正相信耶穌悔改，神嘅寶血洗清我哋，咁咧當我哋企喺佢面前嘅時候咧，雖然我哋犯罪，但即係以前犯罪咧，但係洗清我哋罪，我哋名咧係寫喺個生命冊上面 ，The Book of Life。OK， 呢個就係一個好消息。但係呢個好消息咧，只係能夠被人 embrace， 即係點樣能夠有呢個好消息咧？就係如果我哋願意捨棄我哋舊我生命，而是悔改相信耶稣那个新生命得救的生命，重新呢继续去过一个圣洁合乎神的心意，不是说完全无瑕疵 perfection， 不是啊，保罗都说我不是说，他说我不是说我得着了， I'm not saying that I've attained or perfected， but one thing I do， 一样要做，我是忘记背后，拿你面前向着标杆直跑，然后就是我们今天的信徒 的生命，就是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边个直跑，我哋当我哋跟随耶稣的时候，我哋生命是越嚟过一个更加亲近神、更加圣洁的生命。反而我哋生命唔系嗰个更加罪恶沉沦的生命，一个好大嘅一个对比嚟嘅。如果你想知道自己咧今日同神嘅关系系点咧，就是、基本好简单，就系、是、话我睇我咁多年嘅生命当中，我有冇任何嘅改变咧？还是我系咪咁多年都系同一样，好似冇乜改变啊，做紧同一样嘢咧？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在我人生很大，可能甚至乎十个十年，可能我人生，我看回其实人生都是很 lukewarm 的，很不冷不热的。但是因为透过神的恩典，他给我看到原来我是这么，即是在一个这么沉沦的一个的情况。你明白吗？我一路这么多年，我可能是很不冷不热，但我仍然是做很多所谓的侍奉不同的事。但是神给我看到就是原来我继续犯这么多罪是不可以做啲咁嘅嘢時候，仍然係叫自己基督徒進天國嘅。咁所以咧，今日我想同大家講就係、是，希望個我哋咧，第一唔好做一個嚇漠不關心關於呢啲末世或者神嘅話語，唔好做一個漠不關心嘅信徒。第二唔好做一個自以為掂啊，我掂嘅咩都 OK 嘅，而唔去省察自己嘅生命，千祈唔好做一樣嘢。而第三係咩咧？而第三一個危機咧，就係話呢個三分鐘熱度嘅危機。OK， 好多時候可能好似我睇我的生命，好多時候我對一樣嘢忽然間覺得哇好正，好有著藥，過一排可能又即係已經唔記得咗啦。今日希望我哋對於耶穌再嚟呢個嘅事，我哋唔好係抱於一個三分鐘熱度嘅態度。可能你要聽到呢啲啊，今日可能係好咩好著藥啊，或者聽到過兩個禮拜又聽到一個牧師咧講得好火熱啦，心裏面哇好著藥好著藥，但係咧。可能過多四個禮拜，過多四個月或者四年，如果耶穌不來那怎麼辦？如果四年後或者四十年後耶穌，你會不會繼續去哀好祂呢？會不會四十年二十年後那麼久呢？我個人覺得personal opinion， 我覺得不會那麼久。有沒有可能這幾年耶穌會回來？很大可能，但我是不是說一定會呢？不是，沒人知道，我們知道是很近很近，但是不一定会不知道。但是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心是真的爱好神，真的爱他的话语的时候，他几时来对我来说是我们很想你来的，但是同时间我们都仍然是会侍奉他敬拜他，每日甚至没人见到的时候，我们都是过着圣洁的生活，是爱好主耶稣祈祷爱好神的话语。这些东西是如果我们真的爱神，我们会做的，而是我们想去做这些东西、所以呢，因为呢我们看到马太福音十三章就是讲到这个三分钟热度的危机。神耶稣就是说有 四种的泥土，不是四种 撒种的地方。第一个种子撒在这个路边，撒旦一来到呢就拎走了、okay? 这些人就是听不到神的话语。第二种呢就是撒种在哪里呢？撒种在石头上，这些人呢听到神的话语一开始哇好开心，但是因为他在石头上没有扎根，因为有这个逼迫的时候 persecution and trials， 他们就 fall away 离开了，离开了真道。第三种的撒种撒在哪里呢？就撒在这个那些 thorns 那些荆棘当中、okay? 生长的时候呢，这些荆棘呢就 choke it up， 即是 choke 住它，令到它不可以再生长。而耶稣比喻就是说这个世界那个挂虑
金錢、名利呢啲所有嘅嘅誘惑，令到啲人 choke up the word and it was not fruitful， 又係唔能夠得到耶穌呢個嘅恩典，只係得第四種嘅呢啲撒種撒得到嘅地方先係得到神恩典，就係咩咧？係撒種一個好泥土度，呢啲好泥土呢啲種子生長30、60、100倍有好嘅果子嚇。我耶穌嗰陣就話，聽到神話語嘅人好多，但有四種唔同嘅人。第一種撒旦一聽到咧拎開咗，因為佢完全唔想聽，哦唔理啊冇問題啊，拎口咗。第二就係話，哦好正好正啊，大過咗幾個禮拜幾個月，哦又去翻平時個 routine 做翻唔同世俗，可以目光擺曬呢個世界上。OK， 第三。金錢名利，今生掛慮 ，choke up the word， 勒住呢個嘅話語，又唔能夠去得到果子生出嚟，只係得第四個四喺耶穌四係咪佢咪講緊話只係得 25% 啊？所謂聽過成個話語接受嘅人，係咪就知得咁少？我唔知道，冇人知。佢只係講緊嘅就係一個 warning。同樣，馬可25:10係咪得一半？知道神嚟到所谓的基督徒才能够去进去，不知道知道的就是只是说耶稣说警醒警醒警醒 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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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 alert 警醒祷告，这样就是一样东西。希望今天我想鼓励大家就是说是即是可能听到这些可能有时会觉得有一个很怎么说好像哇好像好有时我跟我有一次跟一班人讲完之后有一个人跟我说哇你講到我聽好似唔想翻工咁，即係我想同大家講就係話，唔係即係可能聽到哇，即係啲嘢發生啦，係咪即係會即刻發生？唔知嘅喎，真係老實啊。雖然係睇到好近，好多嘢會發生，有冇可能今年？有冇可能下幾年？有可能，有冇可能再過多幾十年？亦都有可能。但如果你真係愛好神嘅時候，講嚟講去就係講嘢，就係話我哋係想，無論係幾時翻嚟。我哋想做一個聰明嘅同你，我想做一個忠心嘅仆人，我就想做一個喺一啲好嘅泥土，30、60、100倍結果子嘅好，我哋想做啲咁樣嘅一個基督徒，因為當我哋咁樣做嘅時候，我哋就能夠進去神嘅天國裏面。我見到佢嘅時候，佢會同我哋講良善忠心嘅仆人。而我哋點樣能夠做到呢？第一 ，back to basics Christianity 101， 基督教101，就係話。謙卑屈膝神面前，神我悔改，我唔能够自己我做唔到啊！圣灵啊，求你帮助我。你同我自己能力系做唔到啊！我哋可以改好多 external 嘅嘢，可以去 take up 好多嘅侍奉，但系如果我哋心唔系向住神嘅时候，我哋唔系 fixing our eyes on Jesus， 希伯来书12章，如果我哋唔系将我哋目光摆喺耶稣嗰度咧，我哋做唔到呢啲嘢噶，你明白？所以我哋第一样嘢要做嘅就系翻翻神面前，谦卑屈膝，祈祷神求你帮助。每日嚟到神面前，神帮助我。无论你几忙都好，呢个系完全借口嚟嘅。吓，忙忙忙，其实自私啊！呢个人哋即系林夕都识咁写啲咁嘅歌词，系咪林夕？我唔记得咗。但系如果一啲 secular 嘅人都识写呢啲歌词咧，我哋大家应该明白啦。你几忙都好，你系有时间嘅，你系睇下你个 priority 系点样嘅啫。你的我和你今天的 priority 是放在哪里呢？如果今天大老闆跟你说话，你一定要做这个 project， 如果不是炒你有，你会不会通宵不去做，通宵去搞定这个 project 呢？你明白我讲什么吗？今天告诉你，耶稣就是告诉你，他来了，很快来了，有谁是真正相信他呢？耶稣在路加福音18章里说， When the Son of Man comes, will he find faith on the earth?当主耶稣来到时候，他会不会找到有一些真正信他的人？ Will I find faith on the earth? 今天我想鼓励大家，希望你和我今天真的要好好省察我们的生命，来到神的面前，神求你帮助我，每日帮助我过一个合乎你生意生命，求你帮助我，当你来到日子的时候，我是那五个聪明的童女进去你的天国里面，我多谢你的救赎，神求你帮助我，希望今天我和你就是过着这个生命，求圣灵去改变我们的生命，从内去外，从内去外，求神去帮助我们，而我们每日抽时间来到神面前去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我哋唔需要睇呢啲所謂嘅末世嘅嘢，覺得係好驚，或者覺得係好悲觀。呢啲唔係一啲悲觀嘅事。雖然好多人係會，我哋係需要為佢祈禱。一啲唔識、唔知道神呢啲嘅，即係佢哋唔知道呢啲發生事，我哋要絕對為佢祈禱，因為會好慘。但係作為真正信主耶穌基督徒，我哋係唔需要擔心，因為將來會有新天新地。嚟到我呢個當中，我哋去進到人神嘅天國裏面，到時係會同神千千萬萬億億嘅年係幾咁好，係冇辦法想像。所以今日我鼓勵你嚇、，Part One 同 Part Two 已經睇曬啦。末日嘅先兆，聖經預言已經係呼之欲出，係好清楚。而我哋點樣去預備大家、預備自己，我哋已經好清楚。我哋唔好抱一個漠不關心的態度，我哋唔好覺得自以為點樣好好掂，我哋唔好講個三分鐘熱度嘅態度，而係我哋每日嚟到神面前，神幫助我，神引領我。當我哋做咁嘅時候咧，我哋知道主耶穌翻嚟嘅時候咧，我哋就會係準備好。最後咧，我想同大家係做一個祈禱，然之後咧，可能你哋會繼續唔同嘅討論，但係希望我哋每一個人。即係好緊要，就係話我哋要時時警醒禱告。路加福音21:36，你們要時時警醒，常常祈求，使你們能逃避這一切要來的事，得以站立在人面前。親愛的主耶穌基督，我哋感謝你，因為你的救贖，因為你十字架大能，你的寶血能夠洗清所有相信你悔改的人，我們感謝你。特別在復活節的當中，我們感謝你，因為你不是一個死的神，你是一個復活的主，而是我知道你有一天很快會來到我們當中。神，求你將我們今天每一個在看這個 video 的人當中，求你改變他和我，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改變我們的生命。如果我們當中是有什麼東西是做得不好的，我們現在，如果我們是預備， If we're not ready to see you at this moment，如果你这一刻来到的时候，而是我们是未准备好的时候，求你这一刻来到准备我们，求你令到我们，让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求你帮助我们是真真正正的悔改，那个圣洁合乎你生命，合乎你心意生命 的一个生命，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去高举你的名，我们赞美你的名，我们等候你一日再回来，求圣灵你时时刻刻跟我们讲说话，让我们能够听得清清楚楚你想跟我们讲的话。神，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求你的恩典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感谢你。We thank you, Jesus. Thank you, Jesus. Thank you, Jesus.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